给到下路一开始抢线的这个先手权。但是 PV 杠的这个位置，哎呀，果然被勾住了，被打一套，有点难受，半血没了。好，这边下来看到了王僧，但中下都是有先手的。开 W， 然后 A 有 Q， 海可这里只能摸眼走了。他中下都是。这里纳尔到六，格温应该马上就到六，因为格温应该是没有亏经验的。哎，中路这里有机会，看一招。哦，漂亮！这里的话没有着急踢，都交闪再踢。这里看他的细节处理得很好，就是你不敢玩命过来压我，对吧？真要打起来的话，谁输赢不一定嘛。而且等泰坦一旦到六的话，就可以召唤打野了，直接刮大，没有刮到两个人。那这一波大刮的应该就是准备回了。哎，哎，有意。挂 W 打到了，这一波直接连个 W， 交闪了，提前交闪，并且套上点燃，下一发 Q， 那这样的话 Elk 交了治疗，能往后拉。不过人马正在后面有大招的，这个时候 Elk 只能尽可能的往二塔靠。哎，这不走吗？哎，出事了。这个位置，这一波下路有点炸，对线过程当中被卡尔玛找到机会，再配合人马，中路直接冲，踢回来，太漂亮了，这个 gank。其实 UP 下路是可以找机会的，还在卡视野开了，连一个没有闪的小 C， 但小 C 这里有钩子成功勾走，中期很强。对，你真的想拖到后面是挺难的，再加上卡萨这里的状态真的非常的好，这一波 PP Guard 找到这个机会，你勾上来，我给你链子，然后点燃先交闪，这样的话再交闪就拉不出去了。 PP Guard 的直播也很果断，对。这一波 Elk 直接走的话应该能跑，哎，那直接走的话也不好说，哎，但是塔下那波线作为一个 AD 在打小龙走吧，是的，打个三环开启走啊，格温脚闪一闪，等 E 上墙过来守的，对，还是要上来，上路只要机会，这波瑞士应该是很难跑了，瑞士应该是刚刚变小的一个状态，往后一 E， 但已经拉不开距离，不过中路的医学塔已经拿了下来，一个 Q 减速两人，盲僧被迫闪现拍地板拿下瑞士人头，但是这个中野真的挺可怕的，勾到往旁边拉，发条已经在路上了，小 C 这边有闪不交吗？还好，这里第二时间交闪，再加上 AD 的一个治疗，成功的拉开了距离。但是这个有闪、啊、有治疗，对啊，而且走位还躲了个 Q， 还能再勾引你一下，你看，哎呀，太皮了、啊、稍微布一下小龙的视野，但是布的视野也过不去，我、哎、抢一下、哦、抢到了，中野都在，这个时候你不撞第二头是有点亏的。但是我们看到 UP 这里也是重兵防守，四个人过来守前锋，就是不让你推进，闪现给大招给 Rookie， 但是队友跟得上吗？还是要第一时间踢回去了，踢回来 Rookie 直接先被秒掉，开哨也没了，卡萨这里应该也要被换掉，而且另外一边 Alice 直接 TP 绕后，这波 PP Guard 自己身上有闪现，但是直接被剪死，那也是把阿尔塔带了点血线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波的精彩回放，闪现海克森科技闪给大招，然后仗着有卡尔玛的盾，但这一波没给反应的机会，而闪踢回去，人马冲后排，艾尔克交了个治疗拉开的身位，所以卡萨这一波大招是也没有保护住自己即将要阵亡的中单，而且这一波 Alize 的 TP 绕后火铁克都溢上去打伤害、啊、一堆大招挂的艾尔克，挂的艾尔克挂着 W 的大招，所以这波伤害非常的高，人马在方面吸引一些火力，但中路的二塔应该是保不住了，发条大直接拉回了，海潮还有这里被 EZ 一脸直接带走，而卡萨这里能跑吗？和小 Z 两个人互相交换了一波血量，视野又被压缩得更厉害了，对，就是没办法，阵容选的确实太被动了，看一下这一波到底怎么回事， RQ 打到，然后看这个运球，哇，真的是极限距离被拉回来的，这个就准备你的海潮自己都没想，放针眼往后拉，专注，再刮一下，应该可以刮到两个人。但人马也不敢冲上去啊，人马冲上去的话，队友有点跟不上。毕竟只有一个 EZ 输出是不稳定的，如果发条在旁边的话，穿鞋这发条的装备相当好啊。因为本身小 C 正面想要开，他想开 EZ 是挺难的，然后现在有金身的发条也不好开。开急走了，哎呀，但这一波瑞士刚好交易，被盲僧一脚送你离开。正面直接抱团推中，这是 UP 现在我觉得压力最大的一波，卡萨想找机会直接开，直接把小 C 给踢了回来，小 C 反身给了一个大招给到卡萨身上，但是没有人可以跟上伤害，反而是 Rookie 一个球带走了小 C 人头，而且是还想比较难了，还有大招呀，这点非常可怕的，海潮过来 Q 一下，蹭了一下，而且 Rookie 的位置是没有人知道的，他躲在那个角落里面想要随时拉球，扫描很有纪律性，先把 Alive 给打残， Rich 正面的血量不是很健康， V5 这边想要先撤一下，大引魔刀掏出来，看一下刚才这波的精彩回放，他在怎么开的，直接挂挡往后排冲，然后一脚把小 C 踢到旁边，是小 C 勾在空中，是不是被踹下来，
这波再等到下一条龙的时候，我就有正面与你一战的能力了呀。对，但大龙肯定是不能丢。哎呦，海少，海可这里哇，赶紧是大招，还可以贴膜拉开大，也没什么机会。变大，开始往中路靠了。但纳尔这个位置应该是被发现的吗？哎，没有被发现。哎，小飞直接一到小飞脸上，但是后续还可以踢踢回 Poti 的，但没有人可以跟伤害，一个人在后面皇城 PK， 在这里直接被链住，掀起阵亡。这波瑞士的进场机会很好，他直接是秒掉。哎呦，这边大招是拉回到 RS， 而且小状态的纳尔 Q 是成功减速到了 RS， 那这样正面零换四，还是没顶住啊。专注，人马挂挡，想往回踢，先给一个减速，往左踢，发条闪现给 QW， 哎，一波了。这波其实就看得出来，很想靠 海少去找在中路找一个绝佳的机会，但是视野方面肯定是不是 V5 这边做的更好啊？但其实来说，这场比赛其实从选完就是可以预料到这个情况了，是吧？是的。就是你面对 V5 这种中期节奏非常好的队伍，